你看看，同样是十几岁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是冬奥冠军了。有药不开，再比他们强。你倒是说，你那点比人家强。有本事你做只烤鸭试试。这是奥运冠军，都喜欢吃烤鸭呀。一整。小当家里面的烤鸭，百家是反正去，这有你的，里面有，这个位置肯定是山楂，然后还有葱、黄瓜条，酱汁。我就说我这项肯定比他们强吧。在家给儿子办同学会是怎样的体验？哎妈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准备同学聚会的轰趴啊？什么轰趴？你大家不要相信他，他说话不算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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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，干朋友去吧，耶。我不也是怕办不好你的同学会吗？那搞个大羊腿应该比做菜省事多了吧。这羊腿啊，划个花刀，腌肉是关键，这些调味啊倒进去要里里外外的揉吧均匀，然后盖保鲜膜腌久一点，再搞这么多大鱿鱼够他们吃了吧。家里做的可是没有科技与狠活的，也揉吧均匀腌着去。披萨可是孩子们必不能少的食物，我今天啊和了个大面饼，搞一个香肠芝士卷边的海陆至尊大三拼，分出三个区域，挤上番茄酱芝士碎，然后就是马食材了，大块牛肉粒，大个黑虎虾仁，大块菠萝的大三拼，这些备好下午烤就快了。这小子说让我再做点奶黄包，上次没吃够，这次啊我给他做蘑菇造型，这蘑菇得压扁一点，全部包好啊，边边刷上稀释的可可粉，自然风干后发酵一小时，再切一些细长段来当蘑菇腿，十分钟就热气腾腾的出炉了，再装上腿就是贼香了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始搞肉。腌好的羊腿啊先裹到锡纸里，得先锁个汁儿再烤，这样就能把羊腿烤得鲜更多汁了，最后揭掉锡纸啊，烤焦巴的，绝对的外脆里嫩。哇，这帮半大小子们绝对爱吃，这大鱿鱼烤的也是贼香。接下来来烤这个三拼大披萨，哇，也太优秀了。最后自然少不了小吃拼，还是孩子们最爱的三件套。哇，这跟油炸的也没差呀。最近巨火的草莓塔，必须得安排这么高颜值的甜品，女生们肯定爱呀。大功告成，准备摆桌。牛宝的欢乐聚会趴总算是给他搞定了，应该差不多都齐了啊。哎，王浩奇，我这都准备好了，你同学怎么还不来？喂，快到了吧？他们来吗？啊，你也来不了啊？哎，全入羊水了，你只能我吃了。哎呀，我这辛辛苦苦做这么多，果然便宜了小子。没办法，多吃点吧。吃羊腿自由。哎呀，行啊，可以。哇毒蘑菇，哎呀，怎么吃得完？怎么了？既然大家都是羊群，那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去。你爸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该出去喝酒，我推你打折。他们都等着我呢，我今天必须去。哎呀，爸爸你别去。哎，爸爸，你去送外卖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想着你快过生日了吗？我想挣点外快，送你个礼物。你这么有心的吗？哎，钱拿着，今晚叫他们来家喝，我安排。啥？怎么样？快出去吃！我跟你说，花重金买的铁板炉子，今天让你在家体验夜市的感觉。铁板烧、鱿鱼肯定不能少。今天买的老大个了，放点葱姜料酒腌一下，整点豆皮呗。没问题，看这气氛够了不？那我先烤一波串串吧。第一次用这个铁板烤串，真有小吃街那味儿啊！天哪，这铁板的效率，出餐也太快了吧！像不像大排档？哇！来，感觉真比看我烤的好吃啊！接着是你们最期待的大鱿鱼，跟烟花似的，怪不得小吃街出餐那么快，这铁板真是烤熟啊！哇塞，我觉得要馋隔壁邻居了，完美复刻！来，接着，太过瘾了。
嗯，要不再来点鲍鱼吧？哎，石头，安排。鲍鱼来啦！秘书，这不一排还挺壮观。这个就一把钱摁到红油里蘸一下吧。来，接着。兄弟们，这个机会难得，这我必须得自留一串。吃鲍鱼。那个炒方便面里面，我想加只龙虾，不过分吧？嗯。哎，可以可以啊，不过分不过分。其实这季节龙虾真没小龙虾好吃，但今天这场合我就让你嘚瑟。那礼物没个钻戒恐怕是过不了关了。方便面直接在铁板上也能炒出来，太绝了！这是我最豪横的铁板方便面，来拿去。哎，来，我去，太过瘾了。最后一口烤香菜收尾吧，再给你们多加上红油，最后的蔬菜就好了啊。要方便面还是？哎，对了，你打算给我买个什么呀？我买个教训。如果说你要离开。我走了啊！造孽！为了教训他这臭毛病，我把吃饭贼斯文的培根找来了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咱们周日见。一定要来！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吃培根？吃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我想让你学会怎么吃饭更优雅。优雅呀，优雅不是娘。培根我打算自己做，不做不知道，一做原来这么简单。做个十分钟，一定要蹂躏到位，放到晾晒架上，再放到冰箱冷藏一周，颜色看着不错，先把它洗干净了，冻一下比较好切。哇，四块能切这么多片，你以后都不用买培根了。先模仿个培根的经典动作，毕竟我也是个优雅的美食博主。他应该知道我比较爱做小吃吧，所以今天脆骨的鸡腿用火腿肠假装一下，裹一层芝士片后，培根上场，这么交替编织成一个长凤凰，再把鸡腿裹进去，像不像个鸡腿手雷？我这创意是不是能摆个摊儿去？丢进烤箱烤个3-7-20分钟，哇，这烤的我都得给自己点个赞，怎么这么有才？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屏幕前面都流了一地哈喇子，哇，外焦里嫩，再淋个甜辣酱，这就是我给培根做的培根鸡腿。我还有个菜呢，这个老厉害了，用椰浆调牛肉馅，顺一个方向转晕它，再把煮了4分钟的溏心蛋包进去，拍打成个肉毛蛋，再用培根缠个十字肉带，就可以丢进烤箱了。叮！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冲着这个交叉的十字再剪一个十字，蛋就露出来了。香甜口味的沙拉酱，青海苔还是上次花花做章鱼丸子拉下，正好帮我的培根牛肉丸子拉高颜值了。哇，怪不得这个小吃每次都排队，这满满的酱汁配着肉蛋培根。你待会儿好好学着点儿。你今天沾光了，这是给培根准备的培根大餐。令人不适的瞬间。可值得庆祝了，而且三门都90多分呢、啊、把我毕业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是吗？我看体育满分，语数英三科门门90多分。我不是怕500只你吃的腻吗？我那是吃了500只小龙虾吗？我那是体验生活。体验生活，我有办法了，就用这500只小龙虾做出酸甜苦辣的味道，不就能让它深刻体会到生火的味道了吗？先把这500只彻底清洗干净，这必须得救活了，快处理，它们挂了可就不能吃了。首先来个酸口，第一个100只只需要虾肉，但是这虾黄可是好东西，去虾线就是掐尾巴中间那片，一掰一扯就出来了，就剪开待会好吧，焯个水2分钟捞出来，赶紧扔到冰水里，这样肉质还是很 Q 弹的，冰个10分钟就给这100只扒壳，倒也不费事，手有点酸而已，这壳比肉多多了。说酸口，首先我就想到了泰式柠檬虾，而且这小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居然能吃辣了，这道菜的配料是灵魂，多种食材的叠加，再用调味的黄金比例调和，抓均匀放冰箱腌几个小时，那味道酸爽绝美。现在开始做甜，这次要处理200只，因为后面的苦要用到100只，好在这次只需要出个虾线，再统一蒸个10分钟，那蒸久了肉可就松了，这个时间我得赶紧煮个冰糖话梅水，煮开再放点香料再煮10分钟，那蒸好的
到虾也得赶紧洗个凉水澡，虾肉才 Q 弹嘛。凉凉的话梅水加冰好的红茶浇到冰过的虾里，再腌几个小时，就是甜口的做法了。苦的话只能想到苦瓜了，大夏天的吃点苦瓜也是极好的，焯个水也就不那么苦了，再用柠檬雪碧糖增个味儿，就像生活一样苦中带甜了。最后啊，再把这小龙虾泡到碧绿的池塘里，也浸泡会儿，辣就得用它了，你邻居送的铁锅来炒着第四个100只香辣小龙虾，那是不能缺席的。我的秘方是先过个油，这做法就不能提前去虾线了，沾完再重新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家里没直接的料包了，那火锅底料加郫县辣酱，贵的也是一样的，炒香再把小龙虾整个丢进去，再调个味儿。不愧这铁锅才能一锅炒这么多，哇塞，香味已经飘满屋了。最后盖盖焖个20分钟，丢点配菜也就齐活了。最后100只炒了一锅蒜蓉的，让他知道生活还有一种咸，拿着酸甜苦辣咸就终于全部做好了。这着实费了我一番心思和功夫，但儿子整个小学阶段的酸甜苦辣我陪他一起成长，现阶段总算是胜利了，值得庆祝。500只全都搞定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虽然说你这次表现不错，但是你肯定不能骄傲啊！哎，这都什么口味啊？我今天做的这个主题厉害了，酸甜苦辣。酸甜。苦就算了，这就好啊，这说明生活呀、先苦后甜，而且夏天吃这个还容易去火呢。辣我也喜欢，然后这个是甜，甜咸。我告诉你们吃虾小技巧啊，这个地方精华。你要是香辣的还有甜的，能直接给我扒好就好啊。哇、累死我了。接下来就是干饭人干饭魂、干饭人吃饭得用盆。班主任给我发信息了，把成绩给我发出来了，27。